way, okay? Yeah, okay. And I hope you can. Thank you.
这样的声音。那你给他们，你给他们一次好不好？就拉他们。我可以跟你讲，我们唱 uncle 的时候，我们是很和气。你们要有预备哦，然后。
所以你要唱到让我们观众这么感动，来又念了一次，把那个心境念出来，一二来。
又整个乐团会起来。好，小老师是这样写，你是会被听到的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要转调了。好，懂我的意思吗？然后我就请徐老师帮我一下，这个那个共共鸣，对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做 more like accent？ 帮我一下。去，你用念的好不好？第四拍来，一二三。
吼，往下要 firmer 的声音，要鼓起来声，肩骨大的，是肩骨大，肩骨大的出头天。来，跟他念一次，一、二、三，肩骨大。Oh!
可以给我像你们加州人开车？我姐姐是在台湾很会开车，摩托拜都没关系。一来这里，不行，那个速度怎么这么快？你可以给我快一点的速度吗？再次，滴滴滴滴滴滴，再没再打哦，一二三，滴滴滴。Thank you.
题，所有的声音都把它拿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来一遍好不好？然后徐老师，你可以帮我们，如果听到那个哈，所以我们这样子，我们从大家都知道最后那边竖琴的 piano 是什么意思吗？最后一小节，最后一小节哦，要是一二三。Yeah.